啊，我不怼人啊，我不怼人啊。我真的觉得你像个留守儿童，在等待着你的父母来解救你。你也挺像蜂巢老人的。阿姨慢一点，我们都注意安全。我九一的啦。哇，你27了，明年都27了。哎呦天哪！我去那个沟。小心啊！我8年前是什么人都不用扶我的，我自己可以做很多事。8年之后你就躺在床上，一日三餐都需要有人喂，是吧？还不如现在。我不怼人啊。我是属于那种长得不太清楚的，是吧？长得不太清楚是什么形容词啊？就是比如说，你看64K 哦，16K、32K、64K， 你是全身都是马赛克。这是拐杖，拐杖。你可不可以坐长一点？借我用一下。咱俩一样高，超越你。你高一厘米。你一米几？1.78米啊。我1.78米，我净身高1.78米。不知道谁当时在车上跟我说，我原本是1.78米，结果上次去体检跟我说1.77米，我缩了1厘米。我不知道谁跟我讲的哟。我不怼人啊。我们哥挺高的呀。我觉得你真挺高的，真挺高的。我觉得他这个年纪这么高已经。别笑了。接触之后跟原来想象最不一样的点在哪里？特别的有活力。刘梦哥，你要少吃红烧肉。你要少吃红烧肉。你要少吃红烧肉。但是年纪大的还要少吃。我抱回去找他妈妈。他说谢谢叔叔，我说他说谢谢叔叔，他会不会叫有朋友叫爷爷？应该你喊爸好吗？我不怼人啊，用与其不如造一个句子，与其这样翻，不如你直接问。我发现火星情报局的局长跟副局长，每一次都要站着录完整期节目。每次我都看见薛老师就是趴在那个桌子上，像老年人犯了腰椎病一样。老年人，这个是我最想吐槽火星情报局的地方。你们学校变化大吗？不大，就才出去两年，不要多大。不是，我不是合唱团的，我是合唱部的部长。部长平时做什么工作呢？部长挂个名。在看王大陆主演电影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？就看着看着，突然一只手伸起来，把我吓一跳，然后发现浩然就跟我说，什么小孩子不能看。我觉得，我也看过你的吻戏啊，我也看过你的吻戏啊。好好照顾你孩子，好好照顾你孩子。你知道接下来一个节是什么节吗？想问什么呀？三个节过完了之后，还有一个节是什么节吗？你很有节目效果吗？嘉熙，我知道，我欠了5000万、6000万、7000万的粉丝福利嘛。但是我现在不是正在拍戏吗？你知道你还问，你是不是我，是我的员工？啊，我不怼人啊。没有，我很叛逆。